2017竹堑中原城隍祭将在8月展开。为了广邀民众参加，新竹市政府今年特别跟台北府城城隍庙合作，他们举办了启航活动，而且是搭重机到台北，就连柯爸柯妈也一起来参加。城隍爷领着大爷、二爷与 Q 版神偶从新竹都城隍庙出发，搭乘重型机车队前往台北府城隍庙，沿途祈福，也为2017竹堑中原城隍祭揭开序幕。我们第一次见到我们新竹都城隍庙的城隍公爷哦，坐上了重机哦，待会要到台北市去和我们台北市的这个城隍庙来做一个交流哈。我逐年哦，都向神明讲，都保庇阮世代运哦，做会真成功。逐日啊，希望讲迄日的天气都爱真温和啊，真平顺。就连柯爸柯妈也一起从新竹北上，祈求师大运圆满成功。今年竹堑中原城隍祭将于8月展开，其中非常具有特色的集体祈福活动夯家仪式，5月26号正式开放报名。我们有一个雅阁哈，啊，这全台湾哦，说雅阁一直保存的就是我们鬼月嘛哈，我们就7月有一个。这个一整个月的办这个法会，每年都吸引上千位信众前来朝圣的夯家仪式，全程依循古礼进行，还有一系列宗教结合观光的精彩活动，让更多人认识城隍文化。三立新闻台北新竹综合报道。高雄一名徐小姐。